来，接下来这一个任务， okay. 也就是讲说在说冰寒哦六个，你们不有没看过那个戏啊？你们在懂的是吗？是白灯，是白灯。一样，这时候我们又换回去，抓最小那个人来做这个任务 ，OK 吗？ OK 吗？停啊！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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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贡献。抓最小的啊！你看他的脸，你看他的脸。哦，这样还好。对对啊！来，一、二、三。谁？六。我七。哇，轮子哥。两个接有。我。一共发现这一次都是他们两个做爆的，应该老帅将，我应该老帅哦，真的。我们来看轮子哥做这个二六给啊，你看，一次中任务人都在我身边了，死了啊！你们都是他们两个，现在小杨击毙只有我们两个人哦。可是你看一下，我们最黑的那就是在前面这边的了啊，看他走路极有风，不要太久啊。三百多呢，要有一个加持，什么加持？OK， 来。不是你。杨，你做好六个感想如何？上发我的压力。OK， 来，下一个任务就是要对着墙壁喊，我真的很帅。刚好嘞，那这里有几个墙壁都蛮美一下的嘛，看到吗？有卡了。OK， 所以我们现在一样啊，抽最小那个人去做任务，一个这样讲一次就可以了啦，可以吗？可以啊。停。我真的很帅，你懂吗？懂吗？我很帅，你懂吗？走，我终于吃饱，现在是轮子哥哥小杨，你来走，我们要继续下一个任务。对，现在这个任务就是呢，对陌生人指在地上说你的东西掉了，然后走掉。一样，看看两轮小，两轮大，两轮小吧。这一次一样的抽大的那个人来主持任务。对，看吧，抽大的，看吧，小一点。一、二、三。小轮子哥，哇哦，我最大。哎，所以这个任务要去找一个路人，然后跟他讲说，就是没东西丢掉，把它走掉就可以了。OK， 走吧。OK， 来，我们来看轮子哥执行这个任务。你们觉得有点傻傻的。可以啦。OK， 所以轮子哥又把这个任务给完成了，所以我们再来最后两个任务。OK， 下来 OK 啦，我们虽然讲是还有剩两题，不过我们来最后一题，我们就来做惩罚了，没办法啦，这一次留的太少了。哎，这个呢？就讲要找一个不认识的人，突然间讲，好久不见啦、啊，然后要跟他随便，你要随便跟他跟他讲回以前的东西，要看还认得吗？就是跟人家装熟样子的。OK， 然后这一场呢，我们就玩回刚刚一样的最小的装，最小的，然后我们的游戏就结束了，我们就等完惩罚了。OK， 来吧，一、二、三，水六。
六号，五号，九号，你要哇！哈哈哈！所以现在我要去找人家炸手哦，炸手，炸手。挑谁？不懂，我都不懂。OK， 他一个人了，他一个人。Itu lama kita main itu apa? Main itu bagi lantai ya. Kita main ada itu istan ya. Ingat tak? Ingat. Ayah sudah lama mah. Kita ingat ke? Sudah macam sebelum sudah 40 tahun lebih sudah. Tak ada lah, tak ada lah. Ya kita shooting gini. Thank you. Okay, 哇 ，steady， 哇，他还会跟我握手，我怕一粒毛哦，你懂吗 ？OK， 所以呢，现在我的游戏就完成了，我们就来开始玩我们的惩罚。所以现在呢，我们就要公布最做到最多次那个人，他是最尴尬也是最水的那一个呢，他就要接受惩罚。不过还是有求救机会啊、哦。OK， 那我们一来讲一次谁做了几次。我呢是做了有两次，三次。零次哇，这次他们两个黑哦，他们两个是完全是没有中哦，所以现在要应该中惩罚就是轮子哥。OK， 不过轮子哥还是有的转变他的那个命运的机会啊，就是呢，这里呢有两张牌，对，就是会有两张纠葛，一张有颜色，一张没有颜色的。如果抽到有颜色的话，就是他可以把他的命运惩罚丢给另外一个人；如果抽到没有颜色的话，他就。没有办法，他自己来做 ，OK 吗？谁干了嘞？我还是会有什么求救啊 ？OK， 来，不一样，来做你，但是你看不到啊。来，哪一张？上面那张还是下面那张？对啊，第二两张先啊，哪一张？哎，下面了，下面啦，确定啊？确定啊？对的，你确定要换吗？要换吗？没有的换掉，没有的换掉。要的，要加油，机会选择。来来。OK， 你确定要换吗？确定吗？你想要换吗？想要换吗 ？OK， 最后一次选择，你要换还是不要换？黑红黑红黑红。有颜色要做来。有颜色你要偷给，就是其他人，看你要丢给谁帮你接受这个来代替你的惩罚。如果你没有颜色的话，就是你自己要做。就这样啊，不要换啦、啊、confirm OK， 来看了你 confirm 的样子 OK， 来准备弹开，我们帮你看来看别人，看别人来看别人，我们要帮我们看哦哦、OK， 来准备啊，一二三，所以他要执行他的惩罚，听错了，这个惩罚就是要由轮子哥唱那首《两只老虎》，边走边唱，大摇大摆的唱。就你只要唱完这首歌就可以了的。还要上尴尬阿姨吗？还在上我的频道吗？小杨啊，小杨，小杨都已经僵了。可是阿 Lucky 就是只做三次了，没有习惯了。哦，这两个跟 Lucky， 看这个笑容，再看那个有颜色嘞。所以我们再去看轮子哥做他的。惩罚。OK， 来，轮子哥执行了任务啊。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我哪里？哎，快了啦，慢慢来啊。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真奇怪，真奇怪。OK 啦，我们看轮子哥嘞，第一次上我节目就动惩罚嘞，他拍写是正常的。所以我的影片就到此为止，所以你喜欢我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按赞、有分享，不要忘记订阅他们，他就是。一般。有意。一般。还有。没有。赵子。小杨。没有，我们已经拍完了 ，OK， 所有影片就到此为止，拜拜。See you in the next vlog。没有 vlog 了 ，game。